Un'altra cosa è la Cina. La Cina per me è un'illusione, nel senso che io vorrei visitare la Cina, per un grande paese. Io ammiro la Cina, rispetto la Cina. È un paese di una cultura millenaria, di una capacità di dialogo, di capirsi fra loro, che va oltre. 视频当中啊，是教皇方济各在刚刚结束的对东南亚四国的访问以后表达的愿望，那就是访问中国。他说自己敬仰、尊重中国，中国呢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备超越不同的制度体系展开对话的能力。 教皇方济各啊，跟习近平的联系很有意思。他是2013年的3月13号在梵蒂冈当选的，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教皇。方济各呢是阿根廷人。一天以后啊，习近平在北京的两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那2013年这一年啊，对中国的天主教徒来说，因此呢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习主席对中共一直延续下去是满怀希望的。 他应该是愿意将罗马教廷作为参考的，就是不可动摇、不可阻挡延续千年。但是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跟信仰比较起来啊，政党只能属于易碎品。信仰的持续性呢，就跟古代喝酒用的青铜的爵一样啊。而相比之下，政党也就是个纸杯吧。方济各也是第一位来自天主教耶稣会教派的教皇。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当中呢，来自耶稣会的比较多，比如利玛窦、唐若望、南怀仁，还有上海徐家汇地名来自的天主教徒徐光启，他也是属于耶稣会的。 天主教宗方济各坐着车出场亚洲之行，来到新加坡栅栏旁，满满都是人，手拿。88岁的教皇方济各呢，他是刚刚完成了盛大的东南亚之行哈，去了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总共啊12天。这是教皇任期内时间最长的旅行。这些国家呢都有不少的天主教徒，其中新加坡的40万天主教徒当中呢有不少华裔，在东帝汶几乎整个国家的一半人口。 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呢，大概是10万人出席了弥撒。当地主要清真寺的大伊玛目亲吻了教皇的额头，教皇呢是亲吻了他的手。伊斯兰教的东道主与来访的天主教领袖的这种交流非常有意思，四海皆兄弟啊。教皇方济各的目的呢，当然是传播福音，跟虔诚的天主教徒建立联系。 但是这次访问啊，更像是彩排。他身在东南亚，眼睛看着的其实是中国，梦寐以求的访问目标啊，是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Credo che la Cina è una promessa, è una speranza per la Chiesa. 那么教皇访问中国，他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希望看到的是广大的中国的天主教徒，他希望让这个以千万计的群体啊实现统一和融合，然后呢，梵蒂冈能够跟中共加强对话，达成和北京的和解。 Io sono contento dei dialoghi con la Cina. Il risultato è buono. Anche per la nomina dei vescovi si lavora. 现在的状况是呢，欧洲和拉美国家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处于基本停滞，乃至逐渐减少的状态。罗马教廷啊，将未来信徒增长的希望放在了从前相对边缘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教皇2023年访问过蒙古，哈，蒙古是以藏传佛教为主的，信徒啊有人口的一半，也就是150万左右，而天主教徒才不到1500人。 连藏传佛教信众的1000分之一都不到，教皇也愿意去访问，因为这算到了中国门口啊。教皇的专机经过中国领空的时候呢，他向习近平发去了贺电。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梵方的祝福体现了友好和善意。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沟通，中方愿继续与梵方相向而行。 举行建设性对话，增进理解，积累互信。亚洲国家呢，目前整个有超过 1.5亿天主教徒，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了。但是总体而言呢，天主教在亚洲仍然是一个少数的信仰。有不少机构估计呢，到2030年的时候，也就是未来的6年以后。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多的基督徒之一，包括呢新教和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啊，应该是认为天主教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福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透到中国文明当中去。但是教皇的期待值啊，并不是基于其实比较残酷的现实，更多的呢可能是基于他本人的良好意愿。历史上啊，从来没有一位教皇访问过中国。教皇保禄六世曾经在1970年短暂访问过香港，当时香港呢还是英国殖民地嘛。In China hay que caminar con paciencia para China. Yo admiro al pueblo chino. 在1949年之前呢，天主教是中国最强大的基督教团体，拥有300万信徒，占到基督徒总数的3/4。但是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天主教一直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呢在于天主教的层级结构嘛。这种结构既是它曾经有过的最大的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弱点。在1949年之前呢，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让教会能够从海外汇集资金到中国，修建医院啊、学校这些，然后呢也可以将传教士派往边远地区。但是天主教会没有能够及时的本土化神职人员。1949年之前呢，几乎所有的天主教的领袖都是外国人，包括红衣主教、主教、医院和学校的负责人这些。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呢，这个层级结构很容易就被斩断了，资金流也就随之中断。中共在建政2年以后，也就是1951年，就跟梵蒂冈断交了，驱逐了外国的传教士。新加坡是教宗亚太之行最后一站，他将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教宗日前才公开喊话，说非常想去中国。外媒报道，有大陆教徒专程到新加坡见方济各。与梵蒂冈断交以后呢，中共成立了自己的天主教爱国会，安排自己的官员进去，从而控制了中国的天主教体系。天主教在中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基于家族的信仰，也就是说呢，只有在婚姻当中加入天主教家庭的人才会皈依。在中国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当中呢，就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新教当中啊，天主教相对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May Almighty God, by His Holiness, transform the lives of us all.And make us ever more like the Lord Jesus. 2018年，中国的综合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是2%的中国成年人自认为是基督教徒，大约2000万人口吧。其中90%呢说是新教徒，其余啊主要是天主教徒，大概200万左右。但是呢，2022年，美国国务院的一项数据认为，中国大约有1000万到1200万天主教徒，只是其中的大部分秘密从事宗教活动，为的是避开政府的审查。那么简单说啊，中国的天主教徒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在体制内归属中共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重要活动啊也都需要事先得到批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呢，长期是遭到梵蒂冈的谴责的，一直不被承认。更多的天主教徒啊，在另外一类，就是在地下教会从事敬拜。主教呢，并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批准，但是他们忠于教皇，拒绝加入政府批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人呢，或者是不宣誓效忠中国的信徒啊，有一些是会遭到骚扰、拘留或者监禁的，或者被失踪。梵蒂冈对这种事实上的分裂状态非常不满，当然呢也非常担忧。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呢，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好转了。一般认为是相反，宗教自由的状况不断的在恶化，包括对天主教的监管力度也是在加强。习主席强调中国特色，强调宗教的中国化，就是 Sinicization。这个概念并不是习近平首创啊，历史上呢最理想的例子就是佛教的汉化嘛。习近平时期对中国宗教化这个概念的贯彻呢，应该说比较到位。
具体含义就是，宗教团体必须将自己的信仰和实践跟中国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这些相结合。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当中要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就是说，宗教不仅要汉化，还要党化，要纳入中共的思想体系当中。核心就是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人们呐，这寻找的是真理吧，是吧？嗯，要是不为真理都不动的了，那这都难活，是吧？政府来说，如果要是真的为信仰自由，我们也会进，嗯，我们也不动的，对吧？要是信仰不自由了，我们不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天主教徒听党的话，跟党走，那么他们听不听教皇的话呢？中共最近几年的态度是说，并不反对国内的天主教徒跟教皇的关系，对教皇作为中国教徒的牧者，就是关怀引导信徒的人啊，并没有意见，但是希望中国的教会独立于梵蒂冈。这不是有关信仰，而是有关政治。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信仰上可以听教皇的话，但是政治上呢，要听党的话，类似双重领导的意思。这个解释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信徒们恐怕没有这种能力啊，去掌握好双重领导的边界在哪儿。因为政治跟信仰的边界在哪儿，解释权怎么可能会在教皇呢？这种宗教崇拜景象在中国境内根本难以实现，有人低调拿国旗遮脸或是戴墨镜加口罩，似乎不想曝光，但也有教徒勇气十足，竟将五星旗拿反，莫非是无声抗议中国强力管制信仰？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它的宪章当中明确说明，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那也就是说呢，不受罗马教廷的控制。我 voglio di andare in Cina, ma sicuro domani.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s been bann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60 years. Now, the Vatican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教皇方济各对地缘政治的看法是比较有特点的，他看重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不是像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教皇庇护十二世那样被称作是西方的牧师 Chaplain of the West。 庇护十二世呢是强烈反共反苏联的。方济各曾经暗示啊，乌克兰战争其实跟北约的扩张是有关系的，他也严厉批评过乌克兰限制和禁止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举措，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中共对宗教自由的侵犯。教皇方济各呀，对美国主导的秩序持怀疑态度，甚至可以说啊，极为保留的态度。很难说呢，他跟中国接近的战略是不是说在寻求一种制衡的力量？但是大致能看出来，教皇知道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教皇方济各呢，应该是希望将梵蒂冈从一个西方主导的机构重新定位为更接近不结盟的全球性机构。他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呢，也许跟新德里、跟巴西利亚、跟约翰内斯堡更接近一些，离华盛顿或者是伦敦啊，反倒远了一些。与中国和解呢，也许是他这个战略思考的一部分。教皇呢，一直是希望跟中共增加接触。自1949年以后呢，跟其他国家的天主教的主教由梵蒂冈任命不同，中共啊一直是自己掌控主教的任命，就是说呢，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听梵蒂冈的。那这就像呢，你到了星巴克，结果呢是用自己带的开水壶啊在那冲速溶咖啡。教皇呢，当然是希望将中国的天主教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啊，跟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一样啊。从2018年开始呢，中国和梵蒂冈在主教的任命权上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就是双方共同认定的候选人才得到任命。这是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中梵双方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性协议，这是双方在关系改善进程中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中方愿继续与梵方相向而行，进行建设性对话。
北京跟梵蒂冈协议的具体条款是保密的，双方并没有对外界公布。那为什么要保密呢？我想是在复杂的演变当中，梵蒂冈啊跟中共的对话很容易引发争议，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比如中共建政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迫害天主教徒这些事情啊。但是教皇表示过，这个临时协议呢，最终还是赋予了他最后的决定权，就是说中国的天主教爱国会提供名单，教皇有权认可或者否决。This has left more than 10 million Chinese Catholics with two options. Worship in unofficial house churches, or pray in state-sanctioned churches run by non-ordained clergy members. 这项协议呢，每两年延续一次。对中共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例外。他们是连活佛转世也要纳入党的领导之下的嘛。对罗马教廷来说呢，当然也是没有先例的。梵蒂冈任命美国的主教啊，从来不需要跟美国政府商量的，更不需要跟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沟通。那问题在于，任命主教的主动权其实最终啊还是在中国方面。这些协议的约束下，双方的关系呢远非完美。比方说2022年，中共呢是单方面将一位主教调任到了一个没有获得梵蒂冈承认的教区，而2023年的时候呢，中共是再次单方面任命沈冰为上海教区的主教。梵蒂冈啊跟北京的关系这个时候呢都会趋于紧张。但是教皇啊几个月以后还是接受了沈冰的这项任命。所以呢，当初签订协议的时候，教皇认为自己有最终的决定权，实际上呢往往就是有最终被迫接受中共安排的权利。The underground community has faced ongoing persecution. Vatican appointed bishops have been thrown in jail, and their churches have been demolished.梵蒂冈呢，今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庆祝天主教会跟中国的历史联系。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活动，包括呢，北京单方面任命教皇后来接受的上海大主教沈冰啊，也参加了。沈冰在大会上说的话呀，跟在国内开政协会是差不多的。他说，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中国天主教会必须与时俱进，走一条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相符的中国化道路。伟大复兴、中国化这些关键词啊，都是习主席思想体系当中的著名标签了。Other popes, including John Paul II and Benedict XVI, tried but failed to open a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Pope Francis is considering giving Beijing a say in the ordination of bishops in China. 所以呢，对北京来说，从这份跟梵蒂冈签署的临时协议当中，收获更为明显一些。与教皇的联系呢，对加强控制国内的天主教徒显然是有帮助的。教皇方济各啊，他也开始鼓励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去登记加入官方的爱国教会，逐步结束教会的分离状态。有一些地下主教呢确实是加入了官方教会，但是呢也有一些并没有。他们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梵蒂冈背叛出卖了这些忠诚追随多年的信徒们，让他们被迫接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其实啊，就是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约束。教皇跟中国政府的那个协议，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我都是表示我的不支持，因为政府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政策不会改变，所以说，谈判也好，其他别的没有什么意义。跟北京比较起来呢，梵蒂冈的收获就相对少一些。梵蒂冈希望增加主教任命的数量，北京啊并没有积极合作。自2018年签署临时协议以来呢，双方共同任命的主教不到12位，空缺啊有数十个。也就是说，梵蒂冈希望达到的人事安排的速度和北京愿意配合的速度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个时候呢，罗马教廷也没什么反制的办法。教皇批评了这些做法，说至少在精神上违反了协议。而且呢，教皇方济各最近几个月重申了自己访问中国的愿望，中国基本就是不做回应。这政府强硬嘛，对吧？可能他产生妥协，妥协里头都有罪恶了吧？我知道妥协不行，不好，有时候违反我们的信仰，对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不忠吗？有一些熟悉中国情况的天主教人士呢，担心教廷这样做啊会让出太多的权力，比如已经退休的香港红衣主教陈日军。陈日军认为呢，教皇对中国政府抱有的期待啊过于乐观了。
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谈判属于徒劳无益，而且呢，从长远看，梵蒂冈跟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啊，将会对中国的天主教会乃至整个的天主教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不会出现富有成效的结果，只会让教会屈从于中共。梵蒂冈认为呢，跟中共签订的协议对维护中国天主教会的统一至关重要，但是陈日军红衣主教认为这项协议背叛了地下天主教徒们几十年来对教皇的忠诚，背弃了长期遭受当局迫害的地下教会，将教徒们送进了狼群。我怕他不太了解啊，因为他是南美洲来，当然肯定是教宗不会想这个完全妥协的是吧？他们因为妥协就是两边都有好处是吧？可是我怕他们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不太懂这个共产党的方法。对于中国的1000多万天主教徒们来说，考虑到目前日渐恶劣的人权环境，他们怎么可能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呢？即使在香港啊，陈日军他是可以批评教皇的，没有问题，但是他批评习近平试试看嘛，效果会是怎么样的？那么地下的更可怜了，他们怎么多年就是因为知道地上的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在地下啊，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要强逼他们进这个地上的教会，参加这个爱国会呢，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天主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人士呢，不少是支持陈日军的看法的。他们觉得梵蒂冈不在公开场合跟北京采取对抗性的立场，体现的是道德上的懦弱。对立的意见呢，当然是说教皇的外交沉默，体现的是他对中国天主教徒父爱般的关怀。陈日军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整个历程啊，他在香港啊，对跟中共达成协议当然是有比较直接的比较特殊的体会的。中英联合声明啊，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这些啊，当然都是中共赢，协议对方啊没有办法全身而退的，有些呢还是身首异处。陈日军主教呢，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当中参与了一个救援基金的活动，2022年啊，他以90岁的高龄出庭受审，并且呢被判定了罚款。他本人当然是否认这些指控了。我们全世界都是跟教宗的，那么现在中国的地上的教会呢，就是说教宗你不用管，我们自己管了，也不是教会自己管了，政府管了。我在中国7年了，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就是完全控制这个主教，主教们没有权的。在2024年底延续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以前呢，北京跟梵蒂冈双方似乎又在寻求修复关系，显示出恢复合作的意愿。梵蒂冈虽然不满意啊，但是仍然希望维持这个协议，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和畅通。中国方面呢，最近促成了乌克兰和平特使跟梵蒂冈特使之间的对话。梵蒂冈呢，在6月份的时候根据协议任命了一位杭州的新的主教，8月份的时候啊，北京正式承认了95岁的天津主教石洪真。这位主教呢，一直被视作中国地下教会的重要人物。那这些在梵蒂冈看来都是双边对话的积极成果，但是基本的格局其实还是北京不会改变对中国天主教会的立场和政策。但是呢，梵蒂冈愿意从每一个微小的进展当中看到重大的希望。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江西教区举行了彭卫照就职福利主教仪式，圣座对此不符合协议的就职事件感到遗憾。虽然北京呢跟梵蒂冈目前有定期会晤的机制，但是梵蒂冈一直希望在北京设立常设的机构，不是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啊，只是一个可以强化双边联系的办公室，随时呢可以就有关的事宜展开面对面的沟通。北京方面的回应啊并不积极。梵蒂冈希望的两样主要突破都很难实现，一个呢就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了，另外一个就是教皇访华。两样事情啊，教皇基本都是时刻准备着，他随时可以上飞机到北京，那真正的决定权呢在习近平。
强力推进宗教信仰中国化的习近平跟积极与中国接近的教皇方济各呢，两人确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如果中国化真的意味着要将天主教会的行政控制权交给中共，将教皇边缘化，梵蒂冈呢当然还是不会同意的。不过呢，最终掌握主动的还是中共。好了，各位，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留言，也特别欢迎打赏和加入到会员当中来。感谢会员和打赏的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